是玫瑰，大家午安，晚安，午安，四点半，总算可以聊 MV 了。无限循环。Hello， 大家，今天是乌吼的发行日。今天是乌吼的发行日，大家。中午好哟。好哦，大家，谢谢安妮的掌声鼓励。下面要去搬 CD 了，杨雄要搬很多是吗？你们第一次看 MV 是多久以前？多久以前？我们去吃乌撒的那一次。谢谢小易的乐。中午好哟。喉咙好痒。吃午餐。我吗？我没有吃午餐，我刚刚是吃锅贴。对，大家都预购了是不是？听说大家都皮肤都抓红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点，所以我刚刚去抠他，然后他就流血，不好意思。感觉声音沙沙的，应该没有沙沙的啦，就是本来就这样。合照预购，合照预购。谢谢硬风格工具箱，明明又是一个剧组，还没买特别版，为什么要等星期六买？分流一是什么？因为你在我阿里阿姑，どうですか？看起来我长高了。没有，是因为那个鞋子变高了。鞋子这次好像比……哎呦，没有吗？这次的鞋子也蛮高的。星期六刷卡回数比较多。原来如此，有卡的生活。不同分流价。呀吼，真 Hello Jazz， 大家都看 MV 了是吗？喉咙痒痒，是不是陈思雅传染给我？陈思雅是不是传染给我？谢谢 ，Shake Baker， 我这次握手会有四步哎，
后但是他说他昨天还是前天，他说他喉咙闭塞，就是他讲话会闭塞，然后会破音。保重，抗生素买完了，什么意思？今天你也很乌吼，谢谢。不然周末不要，欢迎追踪 IG， 或是喝温开水，我没有温开水这种东西，我有柳橙绿茶，冰的，去冰。我今天午餐也喝柳橙绿茶。你会想换空气刘海吗？不太想，因为空气刘海如果是直的话很怪，所以感觉很怪。我觉得空气刘海是黑的，好像没有很好看。我的偏见。谢谢真情告白，谢谢吉米做的星梦一人包。今天很忙，没时间去搬 CD。千万不要空气刘海，为什么？你不喜欢空气刘海？这样我眉毛看起来很粗哎。太虚了，看起来很像，我看起来很像什么古代的人。偷偷去微波一下，是不用。我今天眉毛是不是画太粗？为什么看得到？空气刘海现在就消失，好像是哦。变条形嘛。其实还好吗？但我的刘海离我的额头总是会有一些空隙，所以不会贴在我额头上，还是因为我的额头是扁的。用刘海遮住，不要想不开。空气刘海也不是说剪就剪的出来啊，我现在这么厚要怎么剪？天生空气刘海，你看我不用卷就跟那些人长得差不多。好久不见。有吗？十年后再考虑，拜托。十年后就看不到我了。谢谢佳琪的 love。 我今天的妆非常的淡，我完全没有化眼妆，我就弄了一些黑色的眼影。你也是一直重播 MV？ 没有啊，我是放 KKBOX， 因为 MV 它不会自动重播啊，所以我就没有用。MV 里很可爱，谢谢。大家有觉得哪一秒好看之类的，可以在底下标记几分几秒。晚安，谢谢阿奇拉的我签到。这一颗真的是很明显，是多大？我看不到。循环播放真的吗？全部秒。手往前指来的，哒哒哒哒哒。我也喜欢这一part。
那个时候的脸看起来蛮好看，其他就麻麻。SSK 的照片好看，对他们一直说，他们一直说羡慕零一都有很可爱的饭会，可不可以帮我们一起画？然后我就说如果有的话，他们会画吧，这样子。我说有好的东西画，当然粉丝会画。他是期待 reset 倒数三天，五六日还有三天。谢谢傲讲的 kiss 猪猪。虽然你们画我们也是不能转发或是按赞，但是我们可以收藏，我们可以收藏，还是帮我们画个大头贴，我们换可以换个 LINE 群组的大头贴。F 大吗？超久没有看到 F 大画，最近看到应该是画企鹅的吗？对，他是不是逐渐的没有好久没画，等等来看看，可以偷偷用，我们可以偷偷用，但是我们不能，对，可以收藏。没买到票，你说 reset 吗？没关系啦，没关系，反正 reset 就是公演嘛，会持续一段时间。饭会吗？饭会吗？对的。是不是尽快去 YouTube 留言？去 YouTube 留言是林一叫我来留言的，林一好可爱，这样子吗？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留言很就是很好笑。都山顶求拍拍，不需要拍拍。这样好吗？这样好吗？不好啊，不好啊。谢谢落日一笑笑的指南针，冰组三 D， 是不用特别留什么啊，就留耶，新的 MV 出来了这样子。从多久会画到现在？是什么画这么的费工，画了这么久？期待一下。不好就不这样留了，不好不好，很好笑，很像我强迫你们去留言，你们想留就留。我想你的脸色上全部都淋漓在洗，你在日本怎么想象？就连说 MV 好不好这样就够了，对啊，就留言一下，然后多看几次，那么阳春的感想就可以了吧。拖延仔哪个部分拖延？什么东西都要拖一下。嗨哟悠悠汉龙你好，这个人的衣服跟表情动作很难抓到。你看这就是 很好笑啊，你就会看到一串突然是谁的粉丝去留言，就会知道是被叫去留言，笑死。我记得12点是秋田寒直播，然后再来前几期直播，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看 YouTube 的留言，然后就刚好看到田寒好可爱，前几期好可爱，小迪好可爱，小迪的哪里好可爱，小迪真的好可爱，是小迪叫我来这里留言，小迪好可爱，我就在群组问前几期说，前几期你跟品涵是不是同时做同一件事情，然后他们，然后前几期说对啊。很好笑，而且很多人就是那种顺便品涵好可爱，小迪也好可爱，林一也好可爱， SSK 啊好可爱，然后就一起写，
一起写，说布丁好漂亮啊，怎么办？就那样啊。快说谁指使的？可以不要说是谁指使的。你也要吗？你有好写的再写吧。有比较特别的话，都大家都写一样的，就很像复制贴上。那个蒙古包有冷气吗？那个蒙古包有冷气啊，我记得大间的，就是可以住八个人还是几个人的，反正就是大间的那间，好像有两三台，就是在上面的冷气机，然后小间的好像是一台加一台在地上的。里面不是有虫，里面有虫是大间那一间，大间那一间好像他们说蛮多蛮常出现，就是有虫会跑进去，但是我晚上睡的那一间没有，我们睡得很安稳。原因是睡我跟贤迪其实是睡一间蒙古包两人房，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分组是怎么分的，反正就是我跟贤迪其实是蒙古包，然后八个在会馆住，八个在蒙古包住，所以有两个在一间，六个在另外一间，所以不是大间的，对，所以不是大间的，这之后。应该会在八吗？可是我没有在两人房里面拍照过，因为没有什么好，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急着要去洗澡，然后急着就卸妆了，就没有拍。住会馆也比较舒服，所以住会馆的话，好像有分外面的公共浴室跟那个房间里面的浴室。这是什么？撩一下，谢谢嘎嘎。怎么说？就是有的人，有的会馆的里面是有厕所，但有的会，不对，两间都有厕所，两间都有厕所。然后蒙古包没有厕所，所以蒙古包是公共厕所，跟公共浴室，就是那种很像游泳池结束之后会去。洗澡的那种地方。土著呢？土著是凌晨来，然后凌晨回去。他们没有住在那。有吃烤鱼吗？没有哎，他好像没有烤熟。他只是把外面烤得很漂亮。灵眼，对啊，灵眼就是我们晚上，我们记得大概七点还五点结束吧，然后大概七点准备睡觉，然后是吗？然后有的人睡到11点，有的人睡到12点，有的人睡到1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的时候，大概灵眼就出现，所以你走也不对。那个时候灵眼还没出现，就是我们还没装法之前，灵眼还没出现，所以就是大概1点过后，大概凌晨2点3点的时候，我们画完之后，回到蒙古包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美术组都把场地弄得差不多，然后火也升起来，烤鱼也准备好。后面那个彩 LED 灯也都挂好，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灵验，就是开始他们在准备磨那个什么，不知道是磨什么漆吗？反正就是那种有点金金黑黑亮亮的东西，然后磨在皮肤上，然后他们就整个人看起来超级亮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没有吧？说好的烤尾鱼呢？很多山顶洞，健美身心有，也不像只有油，它有一点漆的感觉，金漆的感觉，亮亮，18铜人的感觉。对，然后就是突然有一群岩土著的人出现，我就觉得很可怕，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大家都涂好，然后脸都涂满，然后每个人看起来就很可怕，都蛮壮，有几个很壮，有几个就是完全就是很壮，然后有几个就比较瘦瘦的，然后有几个就是比较大。胖胖的，真的吓到吗？真的吓到吗？是蛮可怕的、啊，是蛮可怕的、啊，很可怕、欸，超可怕。会跳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是他们蛮开心的，看起来蛮开心的。被阿潘说服。不是被阿凡收服，这是旅游回家吗？我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啊。跟土著一起跳滑雪，我不知道哎，不知道有没有拍到，但是。阿潘最后一幕的表情，阿潘最后一幕的表情，重点不是他的刘海不见了，自己搭游览车回去公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哪一 part？ 钓鱼那一 part。 谢谢嘎嘎的星梦应援棒。蛮酷的，我们第一天是先拍照片，然后就是拍那个声写真，就是放在 CD 里面的声写真的那些照片，跟之后可能会用到一些花絮照片，还有什么单曲封面的照片，就是第一天就是大致上是拍照，跟录个影片，拍蒙古包，拍沙滩，拍圣写真，拍什么的，就是拍，然后拍完之后就是休息完，隔天就是。晚上开始书画，然后凌晨大概三点开始嘛，然后开始拍，从萤火那边开始拍，萤火那边先拍被土著吓到的部分，再拍跳舞，在那里跳舞的部分，然后跳到早上天亮了之后。休息，然后再补拍一些天亮的画面，然后就去白沙湾那个沙滩的部分，去沙滩跳，大概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那个时段超热，热到爆炸的那个时候，在沙滩上跳舞，对，超热，超热，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穿那个靴子，高跟靴，但是那个沙子很，那个沙子很松，所以你这边在。那个根就会从这边，就踩在那个土里，然后我们就想说，要怎么跳？结果他们就有在沙那个地方有一个，他有铺板木板，木板，然后上面有在撒一些沙子，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一块板子上面跳。其实 MV 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痕迹啊，板子痕迹，就是在板子上面跳的。然后拍完之后就开始修那个热气球，热气球从天上掉下来的热气球的那个场景，就是。一堆木板这样子，一堆木板，然后要拍我们捡木材去修热气球的画面，然后我们就去修热气球，然后搬那个木板啊，那个麻绳什么的，就是很热，超热，然后那个太阳就一直这样晒，然后那个木头都是烫的，然后我们就，然后导演说，来我们。开始修热气球，大家拿木可以拿木板或是绳子绑一绑，还是就是拿个什么东西在旁边帮个忙，拿锤子敲一敲什么的。然后我就先拿一条绳子，然后然后就怎么办？这个要怎么绑啊？我现在就是在随便乱绑，怎么办？到底是要怎么绑？我们就假装有绑吧。哦，好像拉起来了，应该是这样子吧。那我们还要拿一些什么吗？拿锤子，那就敲一敲，还是木板摸一摸，那个扶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什么假装我有在做这样子，然后就装忙到导演喊咔，就咔，然后我就。我们刚刚那样是可以的吗？我们刚刚就是只是摸了几下绳子，然后假装绑了结，然后不然就是把它拆掉，然后再绑回去这样子，然后就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然后这是热气球，然后还有一幕是掉下来的那瞬间，大家在那边看。怎么办？热气球掉下来坏掉了，然后我的戏份就是说我要找他们去探险的感觉，就说大家我们一起去那边的那个画面，大概是开始的十秒左右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MV 那个画面，我觉得超好笑，因为我不是说大家那边这样子吗？然后刚好就面面在我正前面，然后 MV 拍的时候是面面的背面跟我的正面，所以就会有两个双马尾长得很像，我就觉得哇，这是复制人吗？我就觉得很好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真的觉得一模一样，我还以为是不是有两个我这样子，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还有截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当下没有注意啊，但是我今天看 MV 的时候，就是我那一天看 MV 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然后我刚刚就是今天上架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然后发饰也大概差不多，然后就是双马尾这样子。哈哈哈哈，这很好笑，那我就截图。
对，然后再来好像是拍完热气球，热气球大概修完之后，大概就三点多了吧，三四点大概把那个拍热气球的部分拍完，修热气球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钓鱼的部分，去钓鱼，然后因为真的是大太阳到一个爆炸，大太阳到一个爆炸，应该不是三四点，我觉得应该不是三，应该一两点的时候差不多修好那个热气球，然后大概三点多再修那个，再钓那个鱼，然后就美术组有准备钓竿，然后导演就看要就是坐在哪里钓这样子，然后他说还是你要站，因为导演就是穿鞋子嘛，然后就是穿裤子，然后就很帅的这样站在那个石头上，然后这样，然后我就说该不会我要站在那边吗？我就觉得好像很难，我穿那个鞋子，然后他就说你等一下待会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钓，我就想说钓鱼的话好像站着钓好像比较帅，但是没关系，他说叫我坐着那我就坐着，然后我就上去了之后，因为那个石头真的是超大颗超高，然后要爬一段上去，然后上去，然后那个石头真的是烫到一个爆炸，然后我好像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因为底下有喷泉跟安全锅，就是靠那个安全锅跟喷泉在撑那个不要烫到我屁股这样子，然后就坐下去，就一坐大概就坐了大概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这样拿着钓竿，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不要被烫到的姿势，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等待着要怎么钓这样子，对，就是大家去休息的时候，他先叫我去，就是定位，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说你等一下就上去，然后坐在那边，好，然后我就坐过去，他说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就这样蹲着，这样吗？还是因为很烫，然后我也不是很想要一直动，所以我就蹲着，会不会看到安全裤什么？然后就弄了很久，然后就弄在那边，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就说，好，那你就先在这边，然后他就给我鱼竿。然后那个美术组就教我说你就拿着那个鱼竿，然后就是不要转什么的，它会线会掉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好像是叫大家过来一起看还是一起钓，反正就是叫大家来，然后他就问说有没有人想要上去石头这样子。有没有人想要就是可以坐在石头上啊，还是就站在旁边看这样子，还是要怎么样的？然后就大家都在想，谁要上去坐呢的时候，沈经济就说，还是我上去这样子。我就说那你来，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石头上，然后没想到一坐就是坐超久，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摆着那个姿势，然后腿上就是腿哦，整只都在晒太阳，比如说手还可以这样挡一下，腿整只都在晒太阳，是你这样伸在这边，然后太阳就这样，然后这边就一直在晒太阳。然后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自己是蛮黑的，但是因为拍 MV 什么的就会擦防晒啊，防蚊液啊，凉感喷雾啊，美白乳液，就大概擦了4个东西，然后就坐在那边，就觉得我整只腿都是已经不知道是汗还是美白乳液还是防晒还是凉感喷雾，然后就是湿湿的，然后又黏黏的，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那个太阳一直晒，然后就觉得我整只腿在发光，
就是白，然后又水水的，然后太阳晒就很亮，白的很亮。我想说，哇，我的腿在发光，我想哇，我的腿在发光，然后我就这样拿着，然后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我晒在那边很热、很烫、很累什么的，我就不是那个不是问题，就是我的腿在那边晒，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样，没有很热，没有很热，但是最热的大概就是那个鞋子，那个鞋子因为是黑色的，它拼命吸热，我觉得我的鞋子要烧起来，我觉得我的脚趾头要烧起来，我就一直想说好想要把鞋子脱掉，我就坐在上面，我想说好想要把我的鞋子脱掉，我觉得我的脚趾头快要熟了，我的鞋子会不会等下烧出一个洞这样子，我就一直坐在上面，我觉得我的鞋子很烫，然后因为我坐在那个石头，是先拍石头嘛，我先拍我跟贤弟奇，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那边。钓鱼，嗯，好开心哦！他说我们要先表现出很开心，我们现在要钓鱼，我们一定可以钓得到大鱼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啊，我们一定可以钓得到鱼，然后再要甩那个鱼竿，然后这样哇，鱼竿，嗯，会不会有鱼？什么看一下下面有鱼，但是下面根本没有鱼，下面就只有什么小小的鱼，然后跟几只小螃蟹这样子。我觉得哇，下面好像有什么大鱼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他说看，然后我们两个就。嗯，好，等一下，等一下，他说要干嘛？然后他说，好，接下来我们要演，就是现在已经钓了很久，然后都没有大鱼上来的时候，就是很无聊，很无聊，然后想要睡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演，啊，怎么没有鱼？为什么鱼都不上来？我们就是好想睡觉这样子，然后就要演那个，我好想睡觉这样子，哇，对不对？然后他就要说，他就有找几个工作人员去海里面，然后拉着那个鱼竿的线，然后就要晃那个杆子，然后他们就要在想要怎么晃那个杆子才像是鱼上钩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这样在那测试那个要这样拉还是这样拉，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拉那个。他就在拉那个鱼竿，然后就这样，我就是负责拿着，我就跟他竞争，我在跟他竞争，对，然后就是他说，好，现在很无聊，想睡觉，想睡觉，哦，鱼来了，鱼来了，然后说，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是拍那一幕，然后本来是想要拍。拉上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好像是他本来想要在鱼竿上面钓一个宝特，然后叫我这样啊拉上来，然后宝特不要拉上来，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说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成功拉起来这样，然后就放弃了，就是叫那个工作人员这样拉着那条线，然后假装有东西上来，然后。东西上来了这样子的那个表情，我们大概就拍了这个，我跟沈弟弟在那边，然后晒太阳，然后觉得鞋子快要烧起来，然后就想说，嗯，然后导演说看好，差不多，然后我们就想说，哦，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走下来，接下来就说，来，我们现在接下来是站在那。站在那个石头，你站在那个石头上，我就说，哦，好，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石头。你知道我那个姿势，就是假如说你站在原地，然后太阳从正上方照的时候，不是正常来说就是这边有太阳，然后这边有太阳，然后脚不会有太阳。但是我的姿势是这样，脚要跨在外面，然后有一只腿会在阳光底下，然后那姿势来了，所以它又开始吸热，然后就觉得。鞋子好大，我觉得我的鞋子好大，我要死掉了。然后就一直在动我的脚，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找个阴影把我的鞋子藏起来。就踩在那边，
然后他就说，哎，大家出来，然后就大家就出来了嘛，大家出来看钓到大鱼的画面，然后就，对，然后就从头到尾就是那个姿势，就是那个导演站的那个姿势，就是一只脚在石头上，一只脚在泥地上，这样子，正是我的鞋子还插在土里，插在沙里面这样子，吼上来，因为那个工作人员都拉很紧，所以我是，那个手是这样。然后林永成都在我就在我后面，对，反正就是那双鞋真的是世界无敌烫。我跟人讲，烫的不是太阳，烫的是鞋子，黑色吸热，跟那个头发吸热，那个烫到一爆炸，真的觉得是很热。对，然后钓鱼结束完之后，就回到蒙古包那一区块，对，回到蒙古包那一区块。然后就说，哎，先休息，然后我们就进去蒙古包休息，然后吃个饭这样子。然后吃完之后，他就会说，他说，哦，说分组去拍，有的是去捡木材，然后有的人是前期跟秋美雅是去画那个板子这样。然后我们那一组是去捡那个果实这样子，好像是吧，大概就。然后就是分组去行动，然后我们就去摘果实嘛。但是想也知道没有果实啊，所以就是美术组很像开外挂，反正就是美术组很厉害，但是觉得很空白，就那种很。然后他拿的椰子，就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椰子，就是他真的是椰子，不是假的买的那种玩具的，就是真的椰子。然后他就拿了两颗。然后因为真的太大颗，我一只手拿不起来，我就在想说，我手上拿着篮子，我要怎么一颗拿起那个椰子？所以我一直，然后这样拿起来，不然我这样拿不起来，所以，哦，椰子这样子，我就在想说，椰子到底要怎么拿起来？太大颗，而且很重，所以我这样捏不起来，所以就那时候要拿椰子这样，拿不起来怎么办呢？然后它还有一些，比如说香菇啊，什么小蘑菇什么的，它就把它这样插在那个树的根部，然后这样种在那边，它就把那个香菇种在那边，然后我说，哇哇，它就这样把香菇种在那边，看起来真的超像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然后就种在那边，然后还撒了几颗核桃这样，雾很酷这样，谢金佑的舞台公演。然后李梦辰就会一直说，这个可以吃吗？什么的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导演他们就是美术组，他们就说，可以吃啊，只是现在还不能吃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一直说你是很饿是不是什么的，然后就还有几颗百香果，椰子是真的，是真的是一颗椰子。很重，可以剖开的那种椰子。然后我们拍完之后，就是其他人去拍其他人的部分。然后再来好像就是差不多快要到尾声，大概四五点左右，四五点我们就去那个最大的蒙古包，我们本来住的蒙古包，本来有一群人住的蒙古包。那天晚上我们睡完觉，然后妆发好之后回来之后，他们说，就是什么，等于什么，哦，不是，就是我们已经摧残过一天又一个晚上的蒙古包，在我们 MV 快要拍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一间要使用，就是要拿来拍，然后我就说。什么要在这里拍？里面超级无敌乱，然后我就是想说该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就他们就马上去整理了那间房间，然后还把场景都布好了，什么电灯，什么红色的蓝色，就是很像什么，很像舞台，很像什么派对的那种灯光。
霓虹灯，反正就是那时候他就说嗯准备好了，那成员可以差不多出来，然后我就走进去就说哇这是什么世界，我想说这是我们刚刚弄成乱七八糟的那个地方吗？长桌，对，就是长桌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本来有很多桌很多床，对，但是要把床都搬出去，把桌子都搬出去，然后搬了一个很大的长桌，然后一堆抱枕什么的，然后桌上摆满那个食物，是真的水果耶，是真的水果，不是假的，就是说你们可以吃那个水果哦，这样子，朋友，哦，可以吃哦，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吃那个水果，对，所以反正就是那整个长桌的东西几乎都是可以吃的，然后还有椰子啊，它的椰子真的是它破开了，它虽然破开了，但是它真的是椰子，是你可以闻到它现在是臭掉的味道，就是酸酸的，可能太热的那个椰子味，然后就，呜、哦，真的。椰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他就开始排，然后他说嗯你们可以吃些水果，然后开心聊天，然后做什么的，然后就吃嘛，然后他然后就继续吃，然后想说那个要怎么办才可以吃的，不知道你看到 MV 小型嘴里的东西是可以吃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可以吃，但是先不要吃太多，吃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吃太多，慢慢吃，然后我们就先吃了几个蓝莓，然后几个小李子这样子，不然就是吃樱桃这样子，还有什么小番茄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种可以直接吃的东西都可以吃，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吃，我就发现它渐渐的减少，还有最后大概就没几样。然后最拍完那个长桌吃水果的部分之后，就是拍陈思雅进来说：“我捡到了漂浮瓶，然后里面有地图，是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拍那个场景，然后拍完之后就是最后对嘴的那个 part， 大家坐在里面。然后还有我们唱歌的 part， 对，然后因为它有 LED 灯，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场景很漂亮，可惜 MV 没有用到很多，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蛮可惜。但是它的场景布置的超好，跟我们那天第一天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想哇这是什么超厉害的地方，然后打出来哈，是彩色的，就觉得哇很漂亮这样子，哇动身，然后最后就是对嘴，对完嘴就结束了，我们结束大概五六点多，天还是亮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拍照，想办法拍照片，想办法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照片，因为就只有那些地方，所以大家就是不是跟蒙古包拍，就是跟海拍，不然就是跟草、跟阳光、跟蒙古包拍。反正就是那几样，所以我们大家就开始各自散，然后姐就说几点前要拍完，衣服要换完，然后我们差不多要准备收拾行李这样子，然后就好，然后我们就各自散去拍照，谢谢黄公想，你有跟演食材吗？没有耶，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烫到一个，你手机拿出来它就是烫，然后荧幕是黑的，你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在拍什么东西，我想说我现在在哪里，哦，黑哦，荧幕已经调最亮了，还是黑的，我就想说，到底是要怎么拍照？星星大姐拍吗？星星大姐没有吗？哦，好像错过了什么东西，哦，应该说拍那个蒙古包前面还有一段拍热气球的部分，热气球的那个绿背，我们第一次。见到绿背这个东西，哦，除了偶像学的那个，
第一次见到绿被拍 MV 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听说会有 CG 这样子，我们就哇，会有 CG 也很酷，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绿幕，然后就在那个木板里面，然后演说，你们现在掉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在啊掉下来了这样子，然后就然后咔，然后我们大家就会不会太夸张这样子？可能在蓬莱，在蒙古包的外面，在蒙古包的外面拍绿幕，所以还是很热，对，还是很热，在外面拍。然后，是就是，然后就有电风扇什么的、啊，然后吹，然后就在吹，然后有的人就会这样被糊一点，然后他们就要在旁边这样想办法把你的头发吹好看一点。对，好，你们现在要回家了，热气球起飞了，然后你们来看一下。阿潘在下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看着地板说：“阿潘在那里。”这样子，我就想，就是完全就是任凭我们想象。你们现在上去了，你们现在上去，现在是起飞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然后要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然后发现怎么少一个人，怎么阿潘在那里这样子。的戏份，阿潘的戏份，对，这次的风没有三单的大咯，好像没有，三单那个真的是台风天，你知道吗？可以期待之后拍 MV 吃烤肉吗？我们好想吃烤肉 ，MV 拍完的时候有观光客在那边吃烤肉，然后我就觉得很香，好想要在那边烤肉。我们真的不会想象了，应该不会吧？帮我们烤了，你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样子，对。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东西？大概就是我讲的那些。对，总而言之，早上跳舞的那个地方是最热的时候。都不知道拍完这个 MV 用了几罐凉感喷雾。因为我们每次拍不像勇往直前，其实勇往直前，我们之前勇往直前拍跳舞的部分是大概跳四五次完整首，就是大概四五分钟的那个版本跳整首，然后很热很累很就是爆汗这样。然后到后面他可能会说，哦，那我们从第二个副歌开始跳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就比较轻松嘛。然后这一次是早上凌晨大概三点多，然后跳到早上跳到大概七八点之后，我就在想说，因为到从四点多开始，然后就一直是跳整首，然后我们就想说，哇，我跳整首真的是快要死掉，我们大家就觉得，哇，我跳完一次就是要补妆，然后擦汗，然后吹电风扇，就跳完一次大概休息十分钟，所以我就觉得巫婆真的很可怕。对，然后但是后来在沙滩那个部分就有比较少，因为可能难跳吧，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跳副歌前这样子，副歌结束前这样子，你跳几分这样子？应该只是跪在沙滩。一开始的动作是跪在沙滩上，一开始的动作是跪在地板上，巫吼啦，巫吼这首歌一开始是跪在地板上，前面的三个人，对，是跪在地板上，
然后不是先在那个蒙古包外面嘛，然后那个草就是刺刺的，然后也不知道它是真的草还是什么草，反正它就是它有土，然后又会有小草，然后就会就是插在你的那个插在你的膝盖上面，然后再加上不知道是汗还是防晒乳还是防蚊液还是两两喷雾，反正就是你的膝盖什么的都是粘的，然后所以你一下去你的膝盖全部都是满，全部都是脏的，你的膝盖全部都是脏的，对，很不小心你的腿上就会充满草这样的那种草地，然后就那个时候因为地板有一些洞。不知道是什么洞，反正就是有一些洞，然后就是凹凸不平，然后可能有一些石头这样，然后就是来我们要开始拍，然后他们就想说要跪在这边吗？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所以就还是他们还是找跪，然后就是想办法把石头挑，想办法把大石头挑。哦，跳舞的时候至少那个草是保持草不太烫。但是沙滩是烫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小碎，不知道是贝壳还是什么的，是小石头，然后他们就说要，不在这边拍开头那两个疤是最累的地方，就是他们最累的地方就是开头那两个疤，然后他们就很怀疑说，真的要跪在这个地方吗？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好，我们要准备，差不多要准备开拍哦。然后他们就准备要跪下去，然后跪下去的那一瞬间就说，但是他们就是忍嘛，想办法忍。前天期就是跪，然后其他人就可能怎么那么烫，怎么的，然后就有的人会就是这样，然后李梦辰就是。然后他就冒泪了，然后我们大家说你怎么哭了这样子，他说什么我哭了吗这样子，他说他没有感觉，他说他没有感觉他哭了，但是就是他说很烫很痛的，对，敬业小弟，对，就有小碎石，但是他也是就是跪在地上，就是说我们还没说要开拍，但是他就下去了，我们说前天起你要不要先起来，还没要开始你先起来，我很觉得哦好，那我先起来。其实他还没有说要开，他只是说定位，我说就定位嘛，然后他就准备要开，我说显晶器不是，等一下还没有，你开要开始之前你再下去好吗？然后他说哦好，还有那个沙滩真的是太可怕，但是因为后来因为导演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那个草还是什么。沙子很痛，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说那个就是地板很痛，那个很烫，可以不要跪在地上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说，所以我就是想说能忍就忍，反正两个疤而已，就是那个噔噔噔噔两个疤，手牵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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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这样，前面就这一段要跪，他们可能就想说一下下就想办法就撑过了一下下，然后就后来在沙滩，就是可能李梦辰真的是被烫肉被烫熟了，就烫哭了，就真的是反射动作，那个眼泪就这样飘出来了，所以那个工作人员才发现说哦很烫很痛什么的，才发现，所以那个冠福老师才说啊，那我们就是前面就不要过来，我们用蹲的这样子，蹲着，然后就沙滩那前面就改成用蹲的了。对，前面改哭了一次哎，就是在沙滩的第一次那一次，第一次先下去了之后，就是他们已经下去了，已经那个膝盖在沙里面。然后就很烫嘛，然后就开始叫，然后就我们以为要开始了，就后来他们就说，
他说还没有开始，要不要先起来？然后他们跪在下面的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差不多要开始了。结果他们就跪在下面没有要起来，然后他们说没有，他们说有工作要去厕所还是什么的，你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可以先起来，还有很久这样子。然后就说哦，都下去了，起不来这样子，然后就起来。然后第二次正式要下去的时候，就发现真的不行，然后流程就没办法，然后就改了，就改成用蹲的。对，而且还有那个化妆，就是妆法老师还因为就是他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一直他的眼泪一直在流，所以那个妆法老师就说你不要再哭了，你不要再哭了，我这样补不完你的眼。你的底妆都没了，眼妆都没了，都融光了，都哭没了，你不要再哭了，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试图想要让他的眼泪停下来。然后李梦晨就说我真的没有哭，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这样掉下来，我真的现在没有再哭了，这样子。然后就试图要把他的底妆救回来，这样子。然后妆法老师在抢救李梦晨，抢救李梦晨。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是不是流汗？没有，应该真的是眼泪。很搞笑。撑过那个跳舞之后，他就开心，哈哈，真的是蛮热的，其实。然后那个鞋子不是高跟吗？高跟靴，然后就是很烫，然后很高跟，腿很酸。会很酸的，啊，我就是那个跳完之后，然后打说卡，可以，成员可以回蒙古包休息，然后我就是冲进去蒙古包，我真的觉得没有冷气是不行，就是没有冷气不行，然后就冲进去蒙古包，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你怎么回来了，然后我就说那个导演刚刚说可以回来蒙古包休息这样子，然后就冲回去，然后赶快想办法把我身上那个防蚊衣还是什么的擦掉，然后擦那个湿纸巾是吗？反正就擦。蒙古包有冷气啊，然后就是很凉，超凉的那种，史上最凉，然后超凉，然后就是冲进去，然后想要赶快让我的干。汗，让我的汗干掉这样子，然后就冲出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出来嘛，然后后来就是沙滩拍嘛，沙滩拍跳完不是很热很累，然后脚很痛，就是一样依旧跳完然后很喘很累，然后脚很痛，然后很热，然后他说来我们这边可以结束，大家可以回去蒙古包休息，然后我就好，然后就冲。虽然很远，虽然沙滩离蒙古包很远，但是我还是想用跑的，因为我很热，所以我只是想用跑的。不管我觉得我脚很痛还是怎么，脚很酸，反正我就是想用跑的，我就是想要吹冷气，所以我就用跑的。然后李梦晨就一直在后面说：“林女士，你不要用跑的，你神经病哟什么的。”我就说：“快点，李梦晨，快点，我们赶快回去吹冷气，快点，李梦晨跑起来。”然后他就说：“我不行，我跑不动，我跑不动，你不要再跑了。”我说：“不行，我们要赶快回去吹冷气，快点，李梦晨跑。”他就说：“不要，你先去，你先，我真的没，我真的跑，真的跑，走不动，跑不动。”然后我就，一个人就跑回去休息室。然后工作人员就想说：“你怎么又第一个回来？”我说：“就他们
他们在后面走，然后我想说可以休息了就先跑回来了这样子。他说你真的是抢头香耶，说休息当然要赶快回来休息，当然要赶快找到冷气啊。所以第二名是，第二名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是用走的回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想要用跑的回来的人，用跑的。就是虽然是水泥地很长的那种很高的那种斜坡，我还是用跑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很热。我就觉得很热，我想要用跑的。休息怎么可能出来，休息这么珍贵当然要用跑的，冷气不多吹一点怎么可以，所以就是用跑的。那就这样，不像有的人可能就想说，哦，就是比如说什么，小弟弟，我跟你一起走回去这样子，就是不会，我就是不管其他人，我就是一个人跑。我是想说，如果找别人的话，拉着他一起跑很对不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跑好了，那我就自己用跑的，所以我就自己跑。我忘记是谁，我记得有一个人跟着我一起跑，但是我忘记是谁，反正就是有一个人跟我一起跑。我说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赶快回去串机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我跑，然后我们就一起跑回去这样子。还是其实是李梦纯啊，就是因为李梦纯一直叫我不要用跑的，所以我才一直叫他用跑的。快点快点，我跟你回去了，快点，很热这样子。那个沙滩上去的时候，其实要踩石头上面，因为它没有阶梯，所以就是踩石头。那踩完石头上面之后，就是走直走啊，斜坡，转弯斜坡上去蒙古包，就是有这样一段路程。然后就说：“快点快点，走，这样子，你要怎么走？快点！”就是工作人员会扶那个就是上去的那个石头这样，因为扶上去了之后。我记得应该是李梦纯，因为就是我就眼睁睁说，就是姐姐要拉李梦纯上来，就说确定拉得上来这样子，然后就拉上来嘛，然后拉上来之后就说李梦纯要跑起来快点，走快一点走快一点走快一点，应该没办法跟李梦纯对，对，应该是他就在我后面，所以我才可以跟他说。赶快跑起来，我们就快到了。就是那个斜坡了，最后就是那个斜坡，你要转弯就到蒙古包。但是那个斜坡他不想跑，我就说李梦纯就剩这个斜坡快到了，我们又再跑一下下就到，就这个斜坡。他今天在喝什么？柳橙绿，我记得是柳橙，柳丁绿茶。有点远，对，反正就是大概说了三四次休息，我都是冲第一个，不管在哪，反正我就是要冲第一个，我就是想要休息，休息大队长，对啊，我跟你讲，就是要懂得该休息的时候赶快休息，这样出去的时候才不会就是很累这样子。因为就是要把握休息的时间，你才撑得久，所以一定要休息，懂吗？对休息执着的人。如果你不休息的话，你不赶快让你的脚休息的话，你等下就跳不起来，你等下就脚很痛，然后就是跳不动，然后等下站在那边就更痛苦。你现在不赶快立马坐下躺下的话，你等下要再站起来，你就站不了多不了人家5分钟，所以你一定要比人家早躺个5分钟，你才可以站得更久。
所以一定要早点休息，懂吗？听乐太好，对，我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休息，然后就会进去休息，然后就不想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就出去，然后就跳完，然后很跳完，直到跳完那一刻就没办法，就只能忍耐，然后就好收工，然后就从远处然后跑走这样，对，大概就是这种休息的这样。第一个进去这个车，第一个进去，他说来，全车都可以出来哦，然后我就看一下大家，补妆的还在补妆，妆法的还是妆法。他们好像还没好，那我就站在门口，然后想说他们什么时候要，他们什么好了，我就可以出去了。后面有冷气，请给我冷气。运动会一定要有冷气，没有冷气我不要大队接力。呆呆的借口，没有冷气我不比赛。多吸几手冷气也好，就是最后嘛，最后再赚几个，出去就是要一直出去了，所以能关多久就关多久。谢谢傅伟的蜂蜜柠檬水。匆匆的一下，给气球时光，眼看那慢慢的膨胀，在天然的层次剥它，享受着爆炸。失落总难以言语，可痛的不只是你，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个大课题。今晚先清醒陪我。没有，大概会是冷，不需要暖气吧？大家还有好奇什么事情？呼呼呼呼。周星星是众望所归，周星星是众望所归。等你看完《Reset》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周星星是众望所归。他是队长在干嘛？他队长在干嘛？队长在休息啊。队长就是一个无时无刻在放空的人。陈夏跳起来，陈夏开心一点，陈夏跳起来，我们就一群人，然后一直在旁边，陈夏工作上班喽，陈夏开心一点，呜吼跳起来。虽然这首歌的哪部分的舞蹈，在宣布什么？是什么？没有我记得是。我记得没有，那时候宣布的时候就是，现在要公布选拔成员，然后就开始说，来谁谁谁，然后就谁谁谁，谁谁，然后
这次的 center 是林雨欣。你确定？然后就，其实我也不是说耶 ，Center 耶，或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是 Center， 我就是那个。他那时候是说，我们来公布第四张单曲，那你们想先知道歌名吗？那我们就先知道歌名了，歌名叫做呜吼呜吼吼，然后我们就呜吼呜吼吼，然后就好，那我们来公布选拔名单，然后就开始讲，然后想说有谁可以当，有谁会当 sender， 然后又比较像星星这样子，然后就会不会这次的 sender 是什么的，应该是阿芬还是陈思雅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在想，我就开始在下面想，我就在下面想，然后就开始讲林杰，然后林立奇，邱雨涵，然后什么刘晓琪，然后陈思雅上去了，然后就然后瑞婷，哦，初选吧，没有，那布丁，哦，初选吧，然后面面，然后就不是星星，那还有谁？阿凡吧，应该是阿凡当时的，然后周佳玉。还剩几个人？然后，这次的 center 是林雨欣。然后就，应该不是我吧？应该我不是星星吧？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星星这样子。他说，应该不是我吧？应该不会是我吧？确定？你确定？你真的确定？然后他们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说不定你就是星星啊，这样子，我就确定应该不对，然后我就到我某次冠谷老师说，叫林星来，还是进来，然后我就进去，然后他说，恭喜啊。恭喜你当屋后的 center， 或者，星星学会了没？我说，星星学会了没？星星，我没有学星星啊。他说，星星学会了没？我说，老师，我没有学星，我要怎么学星星？我没有学星星啊。你不是要当星星吗？你怎么没有学星星？老师，我真的没有学星星。他说不行，你要回去学星星。我说，老师，你认真要让我当星星吗？我真的，你确定我要当星星？他说，对啊，要不然谁要当星？我说，阿凡应该很适合当星星，他练习的时候超级无敌适合。他说，没有，你就回去给我练习星星。我就。
情形，你回去多多学一下星星怎么跳这样子。什么叫做学一下星星怎么跳？不是星星吧这样子？然后就大概重复这一段话，大概重复快20分钟。然后他说：“好啦，这次的星星是周佳宇。”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我真的觉得阿潘很帅。谢谢老师。然后他就说：“你还是回去学一下星星怎么跳。”我说：“真的不要跳，没关系，我真的没关系，没有跟跳星星没关系。”老师真的没关系，就是星星真的没关系。然后那一天刚好阿潘也在，然后我练习的时候我就看到阿潘，我就，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我就，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我刚刚收到这个消息，他就说：“你可以的。”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才好。”我跟你讲，到知道是阿潘之前，我每天都被人家这样说：“哎，下一档的星星。”我就，我不是星星，绝对不是我是星星，我绝对不会是星星。他说：“不会了，你这是明星啊。”说：“绝对不可能，我一定不是星星，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不是我是星星。”存下来蛮适合的，还是存下来当小星星，还是你当你想当一下星星这样子，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样到底经过几天？经过大概第一首出来之前，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你们这群人也是啊，这群人真的是。星星蜜露口味那个。心情病毒那时候就也是蛮问号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学心情病毒，那时候我没有跳过，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心情病毒应该是蛮适合佳丽的一首歌，然后那时候他就说：“现在公布收录曲是心情病毒，那我要公布选拔成员。”然后我想说：“这应该是谁的吧？”然后又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跳过星星，然后我就又很问号，我就又很问号，确定？你确定？说星星就死了，我还特地去问阿飞，想说：“阿飞上，请问乌吼的 center 是谁？”他说：“优子さん。”我说：“哦，真的吗？不是。”不是那个吗？不是阿基莫多塞亚卡桑。他说：“不是，那首歌是伊果是谁的？”我说：“哦，真的哦，原来如此。”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首歌是大岛优子的《Center》。然后一直，因为我也是。
以为这首歌是邱仁才家的，所以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这首歌星星是 Saint 吗？真的，啊，一直是确认，一直是确认。然后我还是 Google， 我就 Google， 呜吼呜吼吼 ，Center， 然后我就找，怎么找出来全部都是星星？所以我就在想，真的是，哎，不是吗？每天都在查，我真的不知道啊，而且查了也没有明确的说。Center 是谁的？我还是看到什么维基百科写，他不是写 Center 是谁，他是写星星角色是谁。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写？那看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子。担心自己会星星，其实也不至于到担心，但是我就怕我如果真的当星星的话，我怕粉丝会觉得，我认识的偶像是这样子的吗？我想说，我如果真的玩开的话，你们应该。像原来是神经病这样子，我跟你讲，我在练习的时候，在樱花组练习的时候，是他们每次跟我讲的话不是啊，你好可爱什么的，他说你这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吃错药？他怎么了？他怎么今天这样子？他为什么真的很丑什么的？我的练习樱花组练习全部都是说，哎，你真的很丑这样子的那种。跟你讲，就是没有，就是如果认真的话，你们大概就会觉得，这人一定怪，就是怪怪的这样子。反正就是，霸凌。你这样说阿潘粉丝怎么办？阿潘粉丝怎么办？阿潘吗？阿潘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敬业的人，就是他要扮星星他就扮星星，但是他要好看他就好看。但你叫我要扮星星的话，我就会整场都不是好看，我就是整场都是很像吃错药的人。就是如果你要我扮，我就会一辈子都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就大概就一辈子都长那个样子。你如果突然叫我去当星星，然后想叫我唱星星拼图，我一定死都不想认真唱，我一定死都不想认真唱，我跟你讲，真想吃错药。经常吃醉，我跟你讲，在练习，比如说 reset 不是有白色情人节、独自君、呜吼什么的，就是那种曲风，嗯，很可爱，哦，很性感，哦，很需要力气、元气的那种，不然就是拼图，就是感伤，然后难过、慢歌的那种歌。然后，如果你想要叫我，就是如果想要叫我，如果我把藕包这种东西丢掉的话，就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比如说我们那天大家在总复习之类的，然后就说。来，我们呜吼要跳超大力，我就会跳到我的脑都不知道去哪里，反正就是跳到我的头发什么，大家都不见吧，我的脖子大概在地上，就那种感觉，然后就跳到那种感觉，然后跳到
摆，他要摆在情人节，可能就是那种可爱到已经三八，都看起来吃错药的那种，真的超级无敌恶心的那种可爱。然后到毒蜘蛛就是那种，已经不叫性感了，你知道吗？叫猥亵，就是跳到毒蜘蛛已经不叫性感，叫做猥亵。然后跳到拼图，跳到拼图已经不是感伤了，那个叫什么？已经是用生命在哭泣的那种感觉，已经哭到你的整个妆都要不见了。他说：“就是《拼图》这首歌，不就是，然后就是，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硬要，然后就想办法让那个眼泪要出来，这样才有感伤的感觉。然后他们就说，你要有入戏的感觉。”我就成功在副歌前，然后就那个哭个稀巴烂这样，然后他们就说：“黄子长，你神经病呢？”我就，真的，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就这样，他怎么，然后就真的，然后边哭边笑，因为我觉得太智障，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是眼泪还是就是拼命掉，然后到后面我就是整个眼眶都是泪，整个脸都是湿的，然后就，然后我玩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玩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反正是如果疯了大概就是长这样子。不是零就是一百，所以他们都说，是千万千千万万不要知道比较好。你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叫我跳不战斗跳十次，然后累个半死，然后说最后一次，然后我就会大跳，然后跳到超丑的那种。你就是想要乱跳，就是，而且就是我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哦，这首歌已经跳过超多遍，我超熟，我发誓我一定不会跳错的那种时候的话，我就会开始寻找自我，寻找乐趣，我也需要一点乐趣，所以我就会觉得。就会觉得跳一样的很无聊，我就会觉得，就很无聊，很无聊，然后就会变成，就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真的是神经病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不这样做，我就会觉得练习很无聊，所以我就觉得。要嗨一点啊，就是觉得练习要嗨一点，这样才会开心的嘛。所以就觉得，对，我如果疯了的话，就是没办法看，就是没办法看。已经不叫掉头哦，已经不叫做放下偶包，不叫做放下偶包，叫做走火入魔。只是会被骂的那种夸张。我跟你讲，那个不叫放假了吧？那个是会被就是关心的那种。所以请问你还要不要看个医生这样子？对，因为。我如果真的这样，你们会觉得我双重人格，人格分裂，怕你们会吓跑。所以
假如说你有天如果真的有机会看到的话，绝对不会是百分百，因为百分百绝对不能放出来，百分百绝对放不出来。所以如果看到的时候你觉得我疯疯的，那应该不是最 max， 反正绝对不会是开到最强的那个画面，因为真的太夸张，真的太夸张。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问樱花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印象。大部分的都有印象。本来就疯，我本来就疯疯的，乖乖的。所以老师常常会说，什么有时候就是要像你一样，我进入那个状态，我就，然后就要进入那个状态。老师说，不要只会笑，要多一点表情。我说，示范一下，我就示范一下，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然后他们就，然后他就，其他人就是，不行的那种。我想说，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有这么可怕，是不是？反正就是。太夸大的话会被，就是会被，所以不能太夸大，我不能太夸大，不然就是大家会反感，所以不能太夸大。所以我其实表演的时候都有收敛一点，有，我有，妈妈也是这样子，被妈妈影响。有可能吗？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我比阿潘还没有形象。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我说私底下我比阿潘还没有形象，但是在大家的面前的话，可能阿潘会比较没有形象。有没有看发现我隐藏得很好？我其实隐藏的蛮好的吧，就可能当初比如说你像二喜生第一次看到就说你现在好可爱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会觉得哇哦，原来他私底下是这么的，跟我认识的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在组内，在组内吗？也不一定。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发现新知识。这一次的成员是西洋吗？这一次的成员 ，Mina 吧。Mina 没有什么差 ，Mina 就是一模一样。天主谁最安静？雨露、佳颖、佳颖最安静。那天公演灵异抱枕应该会很精彩，我觉得可能要再久一点，现在太快了。
以现在真的很抱歉，第一次不能，我大概会被团员、被组员杀了，被舞蹈老师杀了，大概会被舞蹈老师杀了，不给我乱跳。运动会的时候包住，运动会感觉蛮适合的。刚刚我知道是在屋顶。全力舞蹈计划，我不要啊，不要、啊！为什么要先告诉你？为什么要先告诉你？我想要的时候就可以。MV 14000，现在14000嘞，大家。全餐就对了，去买 CD 就可以参加握手会。三个月就破百万，很难呢，很难呢。
你最后怎么处理的？没有处理。喵，哪里有喵？喵不是我们的人啊，喵不是我们的人唱的。舞蹈，你说最喜欢的舞蹈？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要死了，自己跳不动，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是蛮开心的。对，好哒哒哒哒哒哒哒，超累，还是很累的那个动作，还是很累。可能是要死掉的地方。哒哒哒，啊，吼吼！呐喊到响彻天边，耶耶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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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队长的骨头还好。有时候有，我记得我讲过，就是因为跳舞吼太嗨，然后把我的脊椎跳到不知道是怎样，反正就是很痛，然后就是我那一阵子我的腰完全弯不了，大概就是因为不然太嗨，然后就这边很痛。我那阵子就是起床起不来，然后蹲下蹲不下，然后站不起来，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休息，我就说不会啊，就是我只要停下来就会觉得很痛，所以我不要停下来就不会觉得很痛。就是我只要开始跳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如果缓慢的就会觉得应该真的没有什么事，没有去看什么，我没有去看，反正他大概持续大概三四天他就好了吧，我忘记了，以为是卡吗？那我觉得还好，不太用到吧。哦，也会用到，所以就是死亡前四所。那就是好像长跑，停下来就动不了，真的停下来就动不了。
我现在穿睡裤，不能跳。其实是可以，但是不想跳。对，如果真的用力的话，就是很酷，哈哈。全都往前行。到底我们的收入很，你们不能，你们不可能知道，你们没有知道的那一天。靠大家买升学证。住宿舍没有啊。大家要不要翻跳？跟着我们一起，呜吼呜吼吼！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可惜里面没有附身姐姐，我里面没有附身姐姐，所以只能。要修火牌，你们跳，你们可以跳一下啊。人家都跳饼干，我们跳巫火。我没有吃好，不好意思哦，这个是宣传品。我真的 MV 的导演是不同的人，跟前三单不同的人，跟 Percy 是同的导演。好言娱乐有限公司。逐渐壮大的好演娱乐有限公司。宣传用品。小英雄的早39人版本，什么39人版本？看不进去。呼呼。面包差不多，再来就是礼拜六，跟你感觉。
西西的 Love。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下班了。吃晚餐，其实我吃过了，在4:30前，奇怪的时间，我吃了8:45，结实也没有。才刚吃，大家都刚吃。哒哒哒哒哒。预期的这个叫做 reset 的证据就是淤青。看来这个挑打大阪王将不好吃是吗？就是好不容易好，然后只要跳 reset 它就会长出来。来念排名了，各位。今天的第10名，谢谢陈宇。第9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8名是坤坤，谢谢坤坤。第7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第6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5名是嘎嘎，谢谢嘎嘎。第4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3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2名是吉井明主，谢谢吉井明主。第1名是金佑，谢谢金佑。感谢大家。天气秋时光，眼看呐、啊，眼看呐、啊。等一下还有10名。毒蜘蛛造成的吗？毒蜘蛛有60%是毒蜘蛛，大概40%是，哎不对，40%是毒蜘蛛，30%是 reset， 30%是梦之中。大概就这3首可能会淤青吧，其他就还好。毒蜘蛛真的是一直跪在，一直跪在地上，一直跪在地上，真可以比喻。我跟你讲，毒蜘蛛应该是最贵的，膝盖毁灭去，毒蜘蛛。乌梅的地板很硬，乌
围的地板很硬，不是木头地，是地板，是不是搭上来的木头地板，硬的水泥地。现在护鞋没带，不太，因为有时候要跳的时候才会带。渐渐滑出尽头。我在玩宫崎骏了，还没耶，目前是还没耶。水泥地啊，嗯，不是因为它是地板，但是虽然它有铺一层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那个应该就是接近地板的地板，超地板。我的膝盖越来越黑，大概就是 reset。 希望大家礼拜日找得到我在哪里，应该可以找得到吧，希望大家礼拜日认得出我是谁。希望大家礼拜日认得出我是谁。盖法法化，应该是不会搞错，说不定认不出来，换个衣服就认不出来。你知道爱的沮丧啊，你来不及。大家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新衣服，新衣服礼拜六才会就会看得到。猜拳应该认得出来。要抱着吗？没有，卫生纸都不对。是一个没有二头肌的星星。可是直播不能跳了。你有什么事吗？
是不能跳，没有啊，只是我没有跳。我可以跳一次副歌。他一直看到，一直听到我蹲下起立的膝盖声的。是的，看到我在忙，黄秘书在，我跟黄秘书在玩什么？可是这样看不到我。肚子一下黑气球吃饭。好黑哦，我好黑哦，好像还是很黑。看完我就去点。我给当带个。跳副歌，哦好哦好
可惜我是收马尾的，看不懂。粉丝没有，请粉丝挑战间奏，间奏 part。多刷几次会，没关系，礼拜日就可以看到了，大家，礼拜日就可以看。那礼拜日就可以看到，礼拜日之后再考虑一下。拜拜，先暖身一下。第四张单曲，也请大家多多指教，拜拜。See you, see you, see you.